现在工作好不好找，老哥？这就看你要不好找，什么要求？3万5万的就难找。收拾好了，带着杯子，背这个包，灯已打出来了，去龙华汽车站啊！今天户外直播的时候，很多老哥说龙华汽车站有很多老哥躺着，确实如此啊！去看了，很多老哥躺着，有男有女啊，躺着是个男的。那也有好心的粉丝提醒我，他们很激动的，所以我这打入跟他们打成一片。我现在背着我的包，我去龙华汽车站一探究竟，兄弟们啊！背着包过去，现在是12点半啊，出发。这里一个富婆啊，找代驾。代驾，代驾吗？这是。对。那个富婆喝多了，在找代驾。啊，我也会开车。这个，那老哥睡这里啊。半夜了，一群老哥坐在地上在研究东西，好像7、8个人在那里研究攻一攻啊，不敢拍，拍了怕他们研究我了。去龙华汽车站，兄弟们，搞一个车骑过去。这里骑过去龙华车站还要10几分钟啊，现在就快到龙华汽车站了，等红灯了。前面就是龙华汽车站，兄弟们，这个菜。鸡腿、鱼块都有啊，当宵夜了。兄弟们，刚才去龙华汽车站，在沿途啊躺了很多老哥呀，真多呀，那地上躺的全部是的，男的女的都有啊。那他们不愿意被拍的，你拍的容易被安排啊，所以我战战兢兢的拍一个视频啊，大半夜的背这个包去的，差点被安排啊，几个老哥围上来了，扑通扑通的心还在跳啊。一言不合他们就上来啊，啊，吃个宵夜压压惊，15块的啊，15块12个菜随便吃，我打包了，赶紧回来呀、啊，要不然等一下被安排了。太刺激了，哇，喝个麦芽饮料压压惊了，差点被安排了。拜拜，兄弟们，吃完这个宵夜就睡觉了。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啊，拜拜。